呦，我好感谢你怎么样？他举荐的那个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多厉害了。啊，这个借刀杀人很好用啊。可是他没想过我会去，不会中间的那个过程到底在做什么地方？所以我对他后来真的让他道歉。因为我对他后来几乎人都不爽了，几乎都说他应该怎么样。你现在不只要下几点的女人，他现在真的很多的，他现在是去拿着他木来的木金木来的学费，你这开心的事我给你借，给你借到出去笼络人心的，我不该多借吗？他的他的做。